Hello， 我们来到猎屿，然后这边是那个战士馆旁边，这边有一个看那个夜景很棒的地方，而且不会很烂。开一下灯。都杀了，这边看哦，更近。这边海天看比那个双口那边更近。没了，把灯光关掉。没看到，呀，漂亮啊！不过这边会有杀。你们呢？你们高画质的吗？相纸，你们觉得很漂亮？不用那么亮。我常在这边拍夕阳啊，常在这边拍夕阳。这边也很多人来。那边是好像是下班的，那边比较少人过来啊，你看，同一辈的哦，这样子哦，没有拉哦，现在风比较少，你看那边光源，而且这个还是没有灯光秀的状态下，有灯光秀的话一定会超级棒。OK， 好了，分享到这边了 ，OK。好，再见。